爱赔你三百，两天啊，得爱赔十八块啊。所以最假价勇敢来啊！7月17号之前吃得完，你再下手。我了后你都不要紧，这两天免600，免500、700，来300块的，300块两盒给你哦。你没有听错哦，赶快拿钱，不要给我200，100块来。这两天两天等于住海参汤包，100块来。这边回馈哦，大家欢喜得。来海参汤包啊，来贵的咩？汤包啊，无金钱啊，无金钱，我讲你绝对会搞钱赢出来。这个东西本来就不便宜了，这一包就120了啦，我的本钱一只20块啦，这一盒100就已经少钱啦，两盒后你了。端午佳节辛苦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你相信？对啊，所以可以来买那些一些那些料理包，真的可以买。100块一个人，3盒给你，真的好吃。电锅整理天就好了，做早餐做点。那个其实很多东西真的都比外面的好吃啊。因为我有时候叫 Uber 啊，叫富邦达啊，然后叫来啊，然后吃下去啊，然后我就生气了，来来，赶快，这个一定要买啦，真的回馈。进来进来。这两天的百味料都搞翻完了，有啦，各位啦，平凡都吃不着，你哪买两份呐？你7月17吃会完哦。好啦，凊彩你啊啦，一盒一盒嘛收钱啦，来100块来，100块，100块，现在没有出现。好啦，后礼拜就看袂到啊。哎，同学，赶快海参汤包，哎，同学啊啦，准备200对吧？哦，同学，今阵麦足无闲，哎，你来天门派去，你甲我铺，我叫你同学帮你修理啊，落车会得啦啦。都冲不来落啊！你敢落啊？那多少？一百而已，三盒一百，三盒一百。比了，来好，那等一下再卖喽。你可以站进来，三盒买的北华业，动作看。站进来比较好拿。真的是在回馈的啦，吼！来，牛二两鸡腿排来。谢谢。好啦，唔好去卖遐吼，太欠的。来，别讲牛二两鸡腿来。有啦，我叫你们别走，真的哦，福利有一堆哦。来，因为这个年假，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让大家高兴。来牛二两鸡腿排，做好价，你先给个倒哦。这次的牛二两比较厚哦，一样啊，随便卖200块完。牛二两鸡腿排，做胖做好。中人，你等一下要来应征哦，来哦。来200块来。没来的是小狗。800。小姐，乖牛二两，好你分好不？好。OK。来两来。乖哥哦。牛二两，10斤200。老板说自己只有20岁，今天一个人再多2只给你，差不多，总共12只，大概19岁左右，大概19岁左右。牛二两鸡腿排，你长这样了，长怎样？200块拢完诶，贵未？牛二两，来小姐要赶快拿钱，二块条，另外条你卖完了，来200块，哎，只有6个客人买得到，哎，最后一位喽，牛二两，十二斤，拿好拿好，啊，不要掉，你看呢？你惊吼！来，抢蓝钻虾来，蓝钻虾刚才谁买的？蓝钻虾来，大哥也有买来，赶快来，来大哥来，谢谢。来，阿哥，猪肉汉堡。